那啥，米那啥，米那啥。现在你看到的是赛宾系统，赛宾系统有一个动，有一个麦克风，再加上一个混音器，可以输入两支麦克风，再加上一个外部蓝牙输入或者外部拉线输入，总共三个音源。那我现在呢是用 LAC 的麦克风输入进去，那么进入到了那个 Mini Pro 之后呢，再由 Mini Pro 接喇叭监听，那整个系统就完成了一个简单的收音监听工程，总共可以收三路。这三路呢，包括了就是它可以做效果，同时呢，它又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效果哦。好低级哦！好，按下去。Deleting recording。恁拉较好嘞，食饱未？来哦，来哦，来哦！好。Recording deleted。恁拉较好嘞，哇哦，哇哦，哇哦，放掉。好，长按一二三。Recording。拉三拉低啊，老板，再一次哈。拉三拉低啊，老板。Deleting recording。为生为水为破烂，拉当拉西拉低塞。好。Recording deleted。我们再看一下哈、哦。Recording。为当为塞为破烂，拉当拉西拉低塞。尾当尾塞尾后栏，喇当喇塞喇底塞，就可以自己自建这个功能了、啊。3900多，含麦克风，含双输入。另外呢，音效在这边。再来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声音音响。Moon River Why the little mine I'm crossing you inside someday Oh dream maker Your river 的啊 River 的声音在这边。看到这里不买呢，你真的有问题，因为功能实在太强大了哈。然后声音的部分，我们再来做一下音效。Female voice。大家好，我是 Boss。Male voice。大家好，我是 Boss。啊，这个讲话好像嘴巴含了一个懒蛋啊，咬个东西在那讲话。Monster voice。大家好，我是 Boss。你们会看到很多广告都用这种声音在配。Baby voice。嘿，大家好，我当然就不播了啦哈。Female voice。大家好，我是 Boss。Male voice。我当然就不播了哦。靠，要这谁要来 ？Monster voice。好，这是声音的部分，好，玩到这里了。那这是监听，监听 off， 没有了就没声音了。好，你在这边可以随时监听。Monitor on。啊，监听，我就有监听了，好，监听，我监听。Monitor off。就没有监听，就没有监听，声音也都不录了，哦、也都不录了。Monitor on。好，那这个东西到这边，再来 loop back。Loop back off。忘记。Loop back on。忘记怎么用？好 ，loop back 我忘记怎么用了。好，以上的功能这里是 high EQ、middle EQ、low EQ。low EQ 是指重低音加重低音 ，high EQ 是指声音会变比较尖。尖，比较不尖，不尖，懂了吗？哈，你喜欢尖的人就往右走。再来 ，River 支持这里的强度。Moon River, why the little mine? I'm crossing you in star someday, old dream。哈，潲水快不去，浮满心不去，为何我心也偏空虚？这个就是唱歌用的。再来 output one two 这里是指 output 的部分，这里是麦克风的大小声，这样转下来就没有麦克风，麦克风就没了，转上去麦克风就出来了。以上就这么简单。另外一个精彩的地方是你手机呢打开蓝牙之后连线沙宾，我让你们看一下连哪一个东西哈。来，蓝牙开，连上去一个叫沙宾 Spincast 的连线，连线之后呢，
推荐一个软体哦，音乐一个月好像1块美金而已，那个软体的音乐是可以用的，而且音乐创作都还做得不错。No, we never choose, 然后可以自由 remix， 还可以做特效。那你们看哈、哦，我讲话声音就音乐变小哈、哦，因为我启动了一个东西哈、哦，叫做 ducking。One two one two， ducking 的意思就是指我今天按下去，我不讲话哦。Hey, welcome， 欢迎来到怪技师。Yeah, come on, baby。那怪技师呢？一站式管理，一站式经营，要什么有什么。好，各位，这个东西就是用在哪里？用在我们的